这菜呢是煮好的，阿妹，煮的姜，现在把它给收的，现在正干麦皮。我那我那我那里烤，那炒蛋都给我那煮炸。阿妹，那煮那素姜煮煮乌米带凉，真安素米。哦，不装修。哎，人家就啊，给我那干炒干菜给它煮煮干净，人家会煮的。这家伙现在变臭味，人家弄胖了。给他刚强，壮胆，给他力量。所以明天我们宣告，明年中国的政府会开 border 给我们每一个人过去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